佢之前同我講過㗎，但係今次我諗翻嚟都可能未必有時間啦，因為我哋都要開，即係連續兩月都比較忙開戲，咁但係可能會見下佢，睇下佢有需要嘅，可能走之前睇下有咩可以一齊翻公司玩下咯。變咗高層啦，依家有冇感覺？換咗你覺得佢攰咯，佢本來我喺內地見到佢嗰陣時好輕鬆好開心嘅，但係佢依家好大壓力，佢每日都要好早起身翻去開會啊。咁但係都好嘅，因為我上一次問佢。點解你要咁辛苦呢？跟住其實佢講嗰樣嘢好，佢就話好希望可以為香港嘅電視事業可以更加做好啲啦。咁佢所以特登翻嚟辛苦啲，佢話冇所謂咯。